婚纱哦，啊，看人咧娶结婚哦，他们就用个轿子，两个人那个前面一个抬轿子，然后再。这里有吗？我大嫂是骑坐轿子来的，她在后山那边哦，才一个半小时抬过来的。你看路很小，轿子不是路很小啊。对啊，这是我大嫂民国54年嫁过来。再来我大姐嫁出去哈、哦，嫁到双溪那边去，坐了5个小时的轿子抬出去。啊，我们以前，坐轿子的时代很老玩呢。有烧麦人，你捌听过无？有吼，烧麦人安怎烧？啊？他一个媒人跟在轿子。我想这个应该是抢婚的那个习俗转变而来哈，抢。因为嫁出去哈，我还记得我大姐要抬嫁出去啊，媒人坐左前面。嗯。啊，他有那个半大不小的那个木桶啊那一列，都会拿了火把。火把弄得很虚，火把是用那个稻草绑的那个啊，烧起来很昏的哈。啊，都提你面头前，红包提来，红包提来，哦，你要拿红包过来，我才给你过。哦啊，你如果啊，我记得那个那个媒人是我大姑姑，她就身上拿准备了几个红包，她走到那里哈啊。遇到这个的时候，他就把红包丢远一点啊，他去抢红包的时候，赶快过这样，要不然哈、哦、啊，后来他3天回来，他说，嚯、哦，那个有的吼、哦，安尼，那个火把，该触觉吼，身躯啊，全是空，那个一件漂亮的衣服啊，哎，都烧到了，哦，啊，这就是以前，我想，习俗吗？对，以前是这样。不是抢婚习俗，啊，我想说这个习俗应该是来源自于那种抢婚呐、啊。以前抢婚不是要那个吗？啊、哦。